依节奏禅定力见，第二种，依节奏禅定力见，你在禅定中会有节奏，像刚刚我这个稍微定下来，然后就看见金刚萨埵，结果金刚萨埵化为卢师尊的本身戴尖形帽的这种形，脸也是卢师尊的形，这个就是接受啊，以接受禅定来立见，就是你所的见解得到的见解，此复有二，止跟观，如此分为三相之需要是，总体而言，数波一。补特迦罗之因为三毒，即无明之毒、念念相续造作之毒、尽力八过劫受之毒。什么叫做止？什么叫做观？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这个密教的咒是配。配就是断除，就是断掉，配断掉，断掉什么？断掉你自己的妄念，就是止。今天讲的这个是就止，止就是停止那个止，一个是观。我们在修密教里面经常要观想啊，观想本尊，这是观想。观想他的眉毛、他的鼻子、他的眼睛、他的嘴巴、他的耳朵。观想好他的五官以后，一刹那之间把它组合起来，就成为本尊的脸，成为本尊的脸。那么他戴什么冠？啊，像瑶池金母呢？它上面就是一个这个青鸾少鸾的那个冠，青鸾少鸾的冠，那个叫什么冠呢？凤冠啊，瑶池金母戴的是凤冠啊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一种凤鸟的一种冠，凤鸟的一种冠。要求金母所戴的就是那个凤鸟的一种观，要观想出来，那么观想他的身体，观想他一只手拿着拂尘，一只手拿着如意或者是仙桃啊，或者是仙桃，要求金母的观。这种观想的时候，在做观想的时候，就是清净，叫做意念上的清净。你去观想所有的佛、菩萨、金刚、护法、空行，在做观想的时候，都代表着意念上的清净。但是意念上的清净只是一，就是一，就是在做专一的观想，专一。其实一已经是三摩地了，已经是三昧地了，三摩地了。好，但是你要把一拿掉。当你观想成熟以后呢，不再观想了，你念头要变成无念，这个就是止，就是止。所以《大圆满法》里面有提到。在入三昧地的时候啊，要先观想啊，先观想，然后再观想消失掉，变成无念。无念呢，如果在出现杂念跟妄念的时候，马上又要转回观想，就是观想无念，无念观想，观想无念，无念观想，这样子来回来回。叫做止观双印，
勤止观想，因为你有杂念出来了，已经引到别地方了，马上就要给它断掉，变成观想，以观想来阻止杂念。等到你观想成熟了，就变成无念，无念就是止。所以这两个互相应用，就叫做止观双应，是入三昧地的方法。